穿过了一座山，越过了一道弯，辽东白云难见来，望眼偏看大步迈向前，感谢这人间爱。其实你只耐得起，可惜吃啥都不腻。努力，我要努力，我要变成万人迷啊！看我们两个像不像万人迷？谢谢大哥的小心心，祝大哥的生活事事顺心。请来了对呀、嗯，每天有鸡蛋都要做，鸡蛋必须做的。那都有好吃小鸡蛋，都有这个小的。我叫周毅，今年29，受伤已经9年多了，在这个浙江舟山啊摔伤的，从这个甲板上，然后掉进鸡汤里面去了。给我的印象是内心强大啊，乐观派的一个人啊，也许也可能是他是在我这个在我面前是故意装出来的。在我眼里，周毅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，从小不惹到大人生气。想的是周毅，我就寻思，上他家太那事吧，学出来，上了时候，在上的时候他太可怜了。在舟山，我去的时候一个多月才去，因为这个去到一看。在个床上切着那就手里那点儿，就是我就怪疼的哈，觉得就是说我能切他我就切他，我就是叫我躺下叫孩子站起来，孩子也得唱，但是没办法。周毅一直是自卑的，不愿意走出去。我就和他提议过，是不是我们一次远行啊，对吧？
去做一次去做一次有意义的事情。你那个心功能是没有问题，左视功能没有问题，就算你爬山应该是不影响的。哎，老板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你们有那种那个背带吗？登山那种。我。哦，有。我看一下什么样的。这样的。你买多少？70。70啊。这么贵啊？50可以吧？50太便宜了，给你按60吧。60啊，60。行，该高档了，爬我身上，站起来，你先把我背起来，咱再套不行吗？啊，我背起来再套。啊，那你起来，高，背起来就好。不是那，他的正常不用啊。哎呀，哎，来，你转给他身，哎，这样子套不行吗？哎，这是有点感觉啊。先不用背，你看，哎呀呀呀，你先回来这样套，可以吗？你可以吗？别动，不要动。哦，行，我得回。扶着，真的没事。他为什么说非得一定要非得带着我去爬泰山？就觉得说这个，想给我带我，给我这个人生的路上吧打个样。俺爸呢是想借着这个机会，啊，一定把我。就是背也把我背到泰山上去，你说以后当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就想想我们今天多了这么一件不平凡的事儿。一寻思爷俩去爬泰山，这就想去，那咱就去吧。该有需要扶着的，那咱就扶，别是这个好好保护着他。对。啊，背着他，恢复这样不容易。我也是高兴啊，9年了，恢复这种就一直奇迹了，真的老小了，是不是？有决心，没有干不起的事。都下定决心了，这个没有办不成的事。我这心里说，那是你如果一生都说你这个小孩这一辈子也得躺在床上，是吧？是不是长途不用短途啊，放弃吧？你在这不单的话，单老两口子的坚持，我就感觉到。今年都是胜利了，这一年。俺到的咱在北京康复医院的时候，他不多不能多，包咱包不了，就得连那个床，连那个病床都运出去，渐渐阳光叫他，还不敢还得蒙着被，要不他就感冒了。你别别拿去，咱不就好了阳了吗？哈。就是。那你咱铺多少掉多少眼泪，咸多少？不管怎么说，管什么事的，你坚持了，你别也不能。也是啊。不管什么遇到事，你就坚持，哎，从好处想。我这就是叫走一看看，对吧？对呀、啊。这种就有个决心，别人都摸不着，对吧？对。去去吧。该展示一下就得展示一下，对吧？不能硬活一口气，活成一股香，就得喝的有点活的有点不气人。对。自己首先你自己得看见自己。我就是那么磨叽。谢谢合作。哎呦，哎，
这人是吗？往里走嘞，马上滑到你嘞。太沉，我来啦。哎呀！哎，老板你好，要雇这个萧山工的话，得等，得到哪到哪里雇？萧山工？没有位置。这边没有。得往上啊。嗯，往上再问问吧，这边没有。这边没有。干到中山门那边才有。这是到哪里？中山门那边。哎，美女，你好，离这个售票坐还多远？稍走十分钟。十分钟。我的，我问一下，有个残疾人想要爬泰山，咱们这里有挑山工吗？我们这个路线没有挑山工，挑山工是挑货物的，只有在道路不就是交通不通的情况下才有挑山工。对对对，只挑货物不挑人。以前是有的，现在没有了。这个情况。那个得到什么地方，我们去有别的途径吗？可以上泰山？您要是那个不便的话，就去天外村那边有大巴车，可以坐到中天门，然后再从中天门坐索道坐到南天门。哎，对，但是从南天门到山顶还有一段距离，对，这段距离您还得想个办法，是这个意思。他叫你说的那叫什么门？天外村。天外村。哎，对。哦，好好好，谢谢啊。哎，没事儿。啊，好嘞，好嘞。6000，从下边到上边6000多级台阶。我就跟你说，太难了，是吧？你想达到那个东西，我们理解，但是说真是达不到的。问那个是不是村里的些工作人员啊？以前咱的计划就是行不通，就必须得改道。啊，改道上那个叫前外道。哎，哎，哎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也是个挑战。这要我背上可不行，俺背不行，爸背你看似的。拉上俺好点儿的。哎你坐在前面，你坐在前面，我坐在上，咱俩一块儿不行吗？高先生。我上到南天门上来了，我就光我到那个宾馆住下了，我到要南天门宾馆住下了。来，下来。谢谢。行了，我的三个毛卡哥。现在还凉，凉。凉，好。休息。哎呀！哎呀！
俺跟这个多，就看看路线图。明天早晨我们去看看，上这风，这上风，这风。雨黄丁，雨黄丁，雨黄丁，雨黄丁。上雨黄丁这个东走，到时候把太爷说说，是吧？嗯。胜利就在眼前了，怎么能退缩呢？是吧？困难是有，嗯，哎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就差这一步之遥了。说什么得把酒给弄上来，弄不上来，我就感觉是个遗憾，是吧？弄不上来就算失败了，这一次。弄上来那就胜利了。就走去看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大花花山。有山有水，真是人间仙境啊！人间仙境啊！5:57是日出时间，我们因为可能还有一段路程要走，而且不是一段这个普通的路哦，我们要倒起，可能4点就要起来。然后我们还要上去，然后准备看日出。到时候我会给大家拍站在泰山的最高顶，然后看日出啊，那日出是有多么的美啊，是什么样子？好吧，大家也早点休息。行了，那我就下了，拜拜，再见了啊，再见。爸，嗯，然后说咱面前不带轮椅的行吗？带着轮椅就他就没法保护你了。没事，我寻思着。你觉得能成劲吗？能背上去吗？嗯，不成劲，咬着烂也得成劲了。到咱了，你不能后退哟，你说是吧？9年多了，你现在想想，真的是真的。那9年前我受伤的时候，后不后悔没把我给放弃了？废话嘛，放弃的话你还有金钱，你恢复的那种。走一单子出来，真就是个奇迹，对吧？我跟你妈也没受那个累，流那个眼泪，受那个苦，也没被流，对，也没被受。你一定要争口气，哎。这个山光费事，现在都，但是从上来都简直是到了啊。哎呦！你把钱上刚研究研究的。研究研究，弄上弄上这。哎，这谁的烟？谁用的？哎，好，哎，不要，你先这儿了，他先这儿了。啊。你先这儿了啊。嗯。这儿有这个比较靠谱哎。行，来，歇一会儿，别拐这个，走，你走，你看行吗？行，你先休息了。那劈开了吧，腿。来，你把腿用打碗。哎，打碗。歇一会儿。打碗，拿一个打碗。哎。真不容易，这看日出，这雪花，怎么能那么巧？这个这个，哎，我怕你太软了。歇歇呗，我好热。
哎，大哥。休息，休息一会儿，先过我来。哎，你，那么高？不高不高。哎，过来过来。哎，好。